六国乡新河段农路前半段已经铺设好，但后半段大约110公尺路面也是土石路，造成农民运输农产不便，向管理员友好反映。南投县长柯淑华亲自前往会勘，并表示会尽速改善，好乡亲有更加好的道路品质。在丁经理的带领之下，南投县长柯淑华来到六国乡的新河段农路会勘，从头走到尾，会使看到只有一半的路面有铺设水泥。让农民在运输农产的时候真不方便，希望管府可以协助改善。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六国村，我们的新河段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是进前的时候有我们管政府我们的议员都来给我们做建议，都做到一段一段，但是因为我们后面的路还有百外通米都没来完成，我们这些农民朋友也希望说管政府可以做一次来给他实施好，真感谢我们的友好议员来给我们这做定情。这条农路边有种植很多农作物，也是不少乡亲早起运动一定要经过的道路。县长柯淑华是同意使用52万的经费协助改善，希望让大家都有更好的道路品质。实际带我们来了解吼，看到路面若破过，农作物的修行自然就好。所以讲，这对着咱农民吼，因伫种作头顶有一条安全好行的路，我相信讲对因的农作物的修行嘛，加少有帮忙的。所以讲，咱即摆吼，透过着咱52万的经费，甲规段拢个改善了，我相信讲一定，予咱所有农民朋友，无论是运动也好，或者是因自农作物的修行，拢会更加完善。因为我遮吼，就是种迄款迄笋啊、甜笋，按加迄款迄豆啊，一般的蔬菜，感谢县长及各级单位他们的协助。我创这条路的时阵呢，算讲我交通运输蔬菜迄个较方便。再是如果人要算讲倒只行路，吼，也是讲少存的运动，真正方便的时阵，所以我伫只需要万分的感谢。南投县政府相当重视地方的基础建设，因此积极来回勘，希望让乡亲的生活更加便利。柯淑华县长也鼓励乡亲，若是有需要管户协助的事项，拢会使透过地方民意代表向管户来欢迎。记者陈友差不多。